因为连干员。然后其实推荐五级干员，六级以下，三级是六级以上，四级是四级难度是推荐八级以上。主要现在干员等级都比较低，高的还不多，我看。有那个谁，我有四个满级，我五个，快五个。我现在就是三个九级，爆破、捕捉。哎，好，就他了，正好，专业对口。嗯。啊，我还是带他们闪光弹吧，遇到特殊怪，他妈下意识就会扔。刚刚他妈拿了个机动枪，看到特殊怪就扔机动枪，真的疯了，有用没有？哦，折磨者的投掷物是可以直接打掉的，原来是这样。完了，身上一堆东西。不急不急不急，把车走。哎，这个你知道你去扫好了，不用管。我先扫，就几下子。回来。扫就几下子事。不想去扫了，不想下去了。Eliminate my target. Drop that on her. 有点多的怪，有点多的，还有隐身怪。也不在这边，好像不在这，换个地方扫。找这个地图最熟悉的几个地方。那他找好了。把那拿给清清点。包子怎么红色的？这个连身上这个。我射出去。哎，我身上有毒菌，下来帮我打一下。来，我这来，我这，正好能吃个血包。走了，走了，那我们就清呗，一点点。三个。在这。我来。去啊！妈的，这边这张图很熟悉。我把后面，我去把后面把清了。阿弟，他警戒。哦，隐身怪，我靠！我还警戒啊！怎么了？这个操，同一个怪警戒两次。哎呦！操，正好三滴血，正好三滴血，可以不？他这个范围有点大的，他这个。不会看到我吧？别他妈的九米，我操，震我三滴血。行，你去这儿去，我正好去清清别的呢。有教官，警戒三次。走吧。走。损失了三滴血的巨额血量，我操！我
没拿过东西，没拿过弹药。你去拿子弹、啊？不用不用，看看车就可以了，尽量节省子弹。第二个任务是什么？猎杀，节省子弹。下省一点的，猎杀。按下。用小车节奏容易脱节，就难受。不是，他小车应该自动扫描。是自动扫描。扫我自动啊，不自动啊，高级小车。就是全自动的啊，那就行。他米半径之内全自动扫。嗯，到处逛逛。Over there, a sheep among Archies. 找到了。One down. Keep at it. 击杀爆破者，吸引注意力。他应该来了。啊？他在哪里呢？不知道、啊。只看到一堆，哦，来，在，我这。哎，你别过来、啊！打死。走吧。有弹药，我弹药够了。I'm reloading. You're adapting well to the circumstances. Keep that momentum. I have spotted. 哦呀，等等。啊，来了！3000多发，3700的机枪嘛，哎呀，随便射吧。哎，谁没啊？都六，按下。这个什么任务？哦，破坏者。我调整了一下，我操，兄弟。加载，正常。调整了。我觉得这边怪挺多的，要不怪不多都不会调整。Maybe。哦，找到了。好好扫一扫。好仔细的，走到这边去看。这边很多的，折磨，先不去惹他了。我操，这要不清完的话，会引来很多折磨者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倒下了？倒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来我了。吴彦远。
我操！怎么回事啊？奇怪，都有东西了。我靠！我说我刚想要不要给个基数。先抬回去，把他搬回去。我们俩应该还是能打的。开技术，能不能跑快点？跑不快。不快吗？怎么死的？我不知道。秒的，突然。是被地刺吗？阿猫吧，阿猫吧，赶紧打，赶紧打！外面还有一堆囊虫。等等等等，封个墙，封个墙，封个墙。啊，这仓库里面还有囊虫，哎，好高啊！这么大，应该分不起来。我操，这分完了板子。我还有板子，哪里要分？不用了。换了，开走。抢手一波。我到上面，我在上面。我要陷阱。还好他妈子弹多，守得住，守得住，守得住，把这边关起来。刚前地的，刚有个前地的，折磨者，折磨者，我差不多要五十多发子弹才能把。这很厚的，我下面应该不用守，下面不能横死的。可以守在上面。哎，后面好了。操，我这边破了。来，技术。我操，连东西了。我有，我剩下两个，我靠。还好结束了，我操。哇，刚刚上面好恐怖啊，我靠。清一下。那跑路的还清个屁呀！哦，阿 B 没帮我清是吧？我靠！还好，基数还有点东西。I can't tell if you brought your A game or this is too easy for you。掉了三滴血，强迫症。我一滴血都没掉，很舒服。不是吃饭去了？吃饭去了。嗯，吃饭。吃完饭来打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吃饭去？对啊，就想吃饭了，家里吃饭。哦，行吧，那等会再打吧。等会再打。先下路。下。